们居住的城市是汉密尔顿，位于新西兰的北岛，人口呢大概是17万左右，绝大部分的家庭呢都是独门独户啊，独门独户的别墅或者联排。平时呢其实街上也没什么人，远远望去2个、2、3个遛遛狗、跑跑步，或者没有人。现在呢隔离后基本上没有人，偶尔也能看到1、2个人在遛狗，其实情况都差不多，跟隔离前隔离后的情况差不多，只是呢隔离后你封城后的日子不能去爬山涉水，但是近的地方还是可以走动的。我们可以去公园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房子的后面一条街，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和小森林，都可以带孩子出去玩。然后你去超市啊、药店啊看医生都是没有问题，都是可以出去的。但是呢，你就是不能去海边，不能去动物园，这些活动就要取消了。然后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的距离。天白云，看天空多漂亮，多美啊！海棠果，粉黄色的海棠果，漂亮吧？这种果子呢，不能直接吃，很酸，基本上是用作果酱。可以制作果酱，直接吃不好吃，太酸了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你看，有颗烂的。